小可爱，我最喜欢猫眼罗小可爱了。哇，这个水呀、啊，哈，太爽了！你们想来捏一捏吗？不给人。哎呀，差点趴地上了我。哇塞，这个肉啊，你看，哇，哎哎哎呀，这个水太丰富了，哇，嘿嘿嘿，灌饮吧。哇哇，哎呦喂，这个猫眼罗肉特别好吃啊，收了它，在这边。哇塞，我刚看到一只，这里还有一只钓着呢，我的天，哎呀，过瘾，来捏一个，哦，哇塞，收了它啊，漂亮，把这个再捏，哇哇，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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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个机会给个机会捏，哎哎，嘿嘿，看到这里有声音，你看有没有，我听到了哈，我看这里面有没有货，哇塞，哎呀妈呀，我一看没有，好失望啊！我这一看在这里，好大一只八爪呀！我的妈呀，它在这干啥？哎妈！哎呦呦呦呦！太大了这呀！哎，吃着那海虹壳还……哇塞哇塞哇塞！你们看，怎么样？这只八爪，这一个的还不得两斤啊！哇塞，几十块钱呢，赚了啊！你看这里有爬行的痕迹，这里是一只八爪鱼，看看有没有？没有吗？有没有？我在这游游，快点扣出来！哎哎，还他还不出来，哎呀哎呀哎呀，不出来咋整啊？哎，我使劲给他掏，别伤到他。哇，还不出来！我的天，哇哇哇，螃蟹！啊啊哈哈哈！我的天，掏出一只螃蟹来，谁吃谁呀？这个螃蟹叫发财蟹，给你们看看这个大八爪鱼，跟刚刚抓的那个一样大，这个吸力也太强了。哇，我这我要不是戴手套，我都不敢拿它，吸着有点麻麻的感觉。收了啊！看这里，这只猫，也不是猫蛤蜊，这是个就是普通的圆背啊。这里是一只猫蛤蜊啊，这里，这里我看这里还有一只，因为我们这的沙滩上遍地都是蛤蜊啊。